我刚开始会画自画像哈，会说哦，因为我没有模特啊哈，我自己就是最好的模特，其实是台面上的哈。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，还没有画画之前，我的那个自我其实是模糊的，就是我在作为那么多角色。作为我先生的太太，或是说我婆婆的媳妇，或是我小孩子的妈妈，这些角色，但是这些都是角色，这些角色怎么加都加不成一个完整的我。其实你现实的角色或是那个自我越模糊的时候，我发觉在画布里面，你越想清楚你到底是谁。我是谁？这样。